10月14日的精英盛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最近的许多票选也正在火热进行中。前段时间最佳女演员的投票也已经结束，其中迪丽热巴以绝对的票选优势取胜，超越了杨子稳居第一的位置。不过票选也只是票选，最后精英女神落在谁的头上还需要在10月14日才能见分晓。当然精英节也不仅仅只是最佳女演员一个奖项，最近另外的一个奖项也开始了投票的进程。这个奖项就是要网友投票选出当下的最具人气女演员，拿下一个最佳人气的奖项。不少人期盼杨子可以在这个奖项上取得优势，超越迪丽热巴，但是目前来看还是有点难度的。根据目前精英节最具人气女演员排行，迪丽热巴超越杨子成第一。从票选的最新进度条来看，迪丽热巴现在已经获得了203万票，而杨子只有163万票左右，这个数据的差距要说多也不多，但是也并不少。杨子想要超越迪丽热巴确实是不容易。不过精英节最具人气女演员排行，迪丽热巴超越杨子成第一，其实也并不意外。虽然说杨子最近的人气是很高，但是迪丽热巴的人气也一直都不低，前两年的作品就已经积攒了不少的粉丝人群，今年的作品更是让观众喜欢，所以人气也一直居高不下。如今迪丽热巴不仅在最佳女演员的投票上赢了杨子，如今也在最具人气女演员的票选上超越了杨子排行第一。其实不管是这两个奖项，迪丽热巴获得了哪一个，想必观众也应该是不会有意见的。毕竟迪丽热巴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在线的，人气就更不用说了。精英节最具人气女演员排行，迪丽热巴超越杨子成第一。对于这样的票选进度，你觉得迪丽热巴跟杨子两人最后到底谁又会是榜首呢？